可乐泡浓茶，什么味道啊？我能喝一口吗？怕你受不了。有用吗？是林浩。有用啊。找到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小林，从警校选拔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，你一天都没歇过。我想给你放一个礼拜假，好好休息休息啊。为什么突然让我休息啊？这正常跟你放假休息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那您为什么不休息啊？你和我不一样，我毕竟是个领导啊，我要休息了这活怎么干？那您让手下人都休息了，那下面活不照样没人干啊？我没说让所有人都休息，我只让你休息啊。再说了，让谁休息让谁不休息我说了不算吗？想休息。当初余罪跟我说，不懂失去亲人的痛苦。那时候我早就不干了。他突然跑过来，他跟我说，他要接这个案子。连这种烂仔都能做到，我为什么坚持不了啊？难道我连他都不如吗？说你犯不上跟他较劲。我没跟他较劲。退出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？知道这里多少钱？是傅国生给你的。十万块钱。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这么多钱。
啊，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可以结案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亲眼看见傅国生把那个光头仔给杀死了。你们去抓他吧，到时候我可以出庭作证，我可以指证他，说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杀人的手段极其残忍，极其残忍，我可以指证他，他就是杀人犯。可我们要抓的不只是傅国生一个，而是整个贩毒团伙。你们抓人，你们抓人，你们去抓嘛。你们抓是你们的事儿，跟他们我没关系啊。我现在要退出，我要退出，听明白了吗？我要退出，什么什么级学籍啊，什么什么警衔啊，跟我没关系，不重要，我都不要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们了，你知道现在什么最重要吗？命最重要，命最重要，我他妈就这一条命，我爸还在家等着我，等着我去给他养老呢，我死了他怎么办？我知道你是有点怕了啊。我能不怕吗？你们不怕你去啊，啊，我拜托你们去好不好，别让我去了。你们没看见一个人活生生的就死在我面前，就坐在我旁边，把脖子一拉，刺的血，刺刺全都是血，血是往外滋的，不是流的。死了以后两只眼睛瞪着我，瞪着我一动都不动，我他妈能不怕吗？你以为我拿着10万块钱我心里高兴？每天晚上我都他妈做噩梦，梦见那个死人来找我，让我偿命啊。学楚，我真害怕了，怪我，我之前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。我没想到傅国生这么斯文的一个人，这居然下手这么狠。我第一次见着一个活人活生生的死在我面前。以后还会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。我他妈真怕了，怕也没用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跟我来。光头仔的尸体就从那打捞起来了，我扔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一号的尸体也是从那捞起来的。记得我跟你说过吧，他是林警官的未婚夫，他的牺牲对小雷打击很大。本来昨天我要给他放假的，可是他不干，知道为什么吗？
他跟我讲，在你跟他说他根本不懂得失去亲人感受的时候，他就决定放弃了。可是后来他又想，连你这种烂仔都能坚持下去，他凭什么不行？我在他心里就没好。其实不光是小林，很多人都对你有质疑，毕竟你还年轻。但是我觉得你行，你身上具备几乎所有特性的素质。虽然有些事情做得比较出格，但是我相信在原则问题上你是不会错。谢谢啊，谢谢你这么瞧得起我。别客气，我是相信我的判断。其实有的时候你和海飞真是挺像的。你说我跟关海飞一样？看来你们是吃定我了。我可以回去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我拜托你们都长点心，我不想也从这儿被捞起来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去倒点茶，拿条毛巾。哎呀，来，坐。喝那么多干嘛？好害怕。你真他妈杀人呀！怕什么？你不是也捅过人吗？我跟你不一样啊！我之前是捅过人，可是我没想把他弄死。你不一样，你直接把人家给弄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，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杀人偿命啊？你把他弄死了，我以为你是个特别聪明的人，你有的话你还懂法律，没想到关键时刻你他妈还不如我呢。你以为你让我把那个死人扔到海里就没事了吗？啊，你真的以为就没事了吗？你杀人的时候那么多人都看着呢，哎，只要有一个向警察举报你，咱俩都他妈玩完，你还在这坐着跑路啊！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喝点水吧。给。谢谢啊。风险跟我们的利益是成正比的，说白了，你想赚更多的钱，搂着更漂亮的女孩，买更大的房子，你就得干更大的事，你明白吗？他妈什么大事啊？干什么大事啊？最赚钱的大事。什么最赚钱啊？你告诉我什么最赚钱？你胆子那么小，我告诉你，我怕你更害怕吗？怕你就可以走，无所谓。我傅国生不为难你的，
那我还要送你几个充气娃娃，小涛说你很喜欢它，是吧？<笑>你那么怂，我想这个充气娃娃可以陪你下半生。要死掉朝上，谁怕谁？好。 如果你有兴趣入伙，我倒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我不杀人。不是这个，我想安排你跑运输，在郑朝手下工作。那天坐在我旁边那个，我知道。跑运输能挣多少钱？ 这个不是一般的运输，你在郑朝手里挣一分，我再多加你一分。啊！运什么啊？那么挣钱？运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想让你帮我盯住郑朝。哼！哈哈哈。 一块吃吧，不用了，我介绍一下，郑朝，郑老大，于小二，我见过，上次开会。对对对，行，人我交给你了，放心放心，傅老大的人我一定关照啊。不送啊，文子，没眼色，来不晚关，来一顿吧。 你叫粉仔，啊，这叫粉仔，怎么了？谁给你起的名儿啊？我妈给我起的，怎么了？你告诉我你哪儿粉？我吃饭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小二，哎，你是新人，跟我开工呢，有一个入会的仪式。啊，就是表忠心呗。 以前干过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听说过。不知道郑朝大哥这边是个什么规矩？简单，放血封口，断指。同血同脉，同心同德，守口如瓶。 防疫，如尘。下面呢，就得要兄弟们帮帮忙了。我怕你自个儿下不了手。断指啊，就真的是断手指。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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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吗？别怪大哥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别多想。送去看医生。老夫出来了。他怎么表情好像不太对啊？我靠，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他是不是向咱们求救呢？啊！我靠，出事了，肯定出事！你看他左手，他向咱们救援呢，赶紧叫救援！叫救援！他们要带他去哪儿啊？别慌，再等他。等什么等啊？再等出人命了！你给许处打电话，我去看看情况。哎，小心点。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妙手银心薛大夫。开玩笑，和以前一样吗？一样的，来。这可能越疼啊，红肿了，注意点啊。大哥，心脏受不了，你能别发这杀猪的动静吗？啊，好歹你也是个爷们，怎么还唱着美声呢？在这儿，你别这么废话。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关你要过了，咱就是一辈子好兄弟，知道吗？谁跟你是兄弟？不是，我发现这人不识好歹了，你啊？哎，刚才他们这么弄你，我上手了吗？我？哎，要不是我在那一直拉架。要不是我带你来这诊所，要不是我，你干什么？你还想打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小弟打大哥，我们这儿没这规矩。拿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看你大哥不是这种人，我不怕钱。拿着这钱，给我开点好药。以后兄弟我能不能打飞机，就看你的了。快去找好，还不快去！行，算你小子有眼力见啊，挺会来这儿啊，有钱等着我啊！这上来就撅手指头，那一帮畜生！我操！我干！轻点！不行啊！哎，这活不是人干的，你走吧，咱们撤吧，别干了，行不行？啊？什么三等功啊？什么破情丝啊？你命都没了，你要这些有屁用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怕老徐啊，大不了咱们哥几个跟他翻脸。非亲手抓住这帮王八蛋不可。你干嘛呀？来厕所不撒尿干嘛？哎，你过来帮我，我一手不好弄。帮什么？我帮你，你自己弄完了。怎么这么开放？还我帮你？有病啊！装什么孙子？你现在宿舍都没手了。我有病啊！我看你。这上面车牌号，这几辆车有嫌疑，让他们好好查查。小二，喊你半天没听见呢，你。哎，你这只手不好尿。哎，告诉我行不行？没尿手吗？没有。赵长官，你好。
看我什么？高潮哥。潮哥没高。我这刚一进场，人还没认清楚呢，你就先给我来一小高潮。你不是高潮哥是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以后就管你叫高潮哥。补身汤，补元气的，喝来。不好喝吧？哎，好喝，好喝。萱儿，什么事儿？都是先苦后甜，对不对？萱儿，朝哥这下真拿你当兄弟了，知道吗？事儿我知道，我还正要跟你道歉呢，高朝哥，我人就这样。脾气有点直，我刚才有点冲动，你别在意啊。人之常情，能理解啊。你要是刚才就特别冷静，对不对？哥，啊，我找人问过了，于小二在号子里横得很，傅老大跟他平起平坐，而且他俩有过命的交情，于小二救过他。我看傅国生把他弄来咱们这里是做耳朵的，要不我找个机会做了他。阿彪啊，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养成吉思汗了？成吉思汗呢是吃得进去的，也吃吃不进去的也吃。至于小二是虾米还是其他的什么的，养看再说吧。你说他要是那么有才，傅国生把他送来咱们这里干嘛呀？不是怀疑我，就是怀疑他呗。或者你和他都怀疑。谁不喜欢看鱼富有啊？高潮哥，哎呦，哎，原来你们两个人在这儿。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你，搁那躲猫猫呢。原来，哎，我听说。今天干了一票大买卖，捞了不少。来来，庆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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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，香儿，你伤没好呢，喝那么多。我真得好好的敬你。你看啊，我来这以后，成天你就让我在屋里歇着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是什么都不让我干。我谢谢你，我敬你一个。香儿，咱不说这个，都是兄弟啊。阿彪，喝多了，走。哎，彪哥，给我个面子，啊！我敬你一个，你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哎，敞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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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崇拜你们两个，带着那么多的兄弟一起挣大钱，可是。我羡慕啊！啊，大哥不会忘了你的啊！来，在家养伤也有用。等你伤好，大哥带你出去。哎，高老板，这个我真的，你看，我在你这儿。你又管我吃，又管我喝，又管我住，还不干活，不好意思啊。别找人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高老哥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在你这儿白吃白住白喝也不干活，然后还白拿你钱，我怕兄弟们把我都看扁了。要不这，你好歹给我点活干。无论是什么扛包也好啊，开车也好啊，送货也好，是不是？你好歹给我点活干，我拿着才先礼得，您说是不是？小二，来，啊，交给我，把钱收好，啊，等伤养好了，大哥一定带你出去。走吧，走，回去。
那行，那谢谢大老哥，谢谢大老哥。你说你这一个劲儿的往我手里塞钱，我还不好意思不要。谢谢啊，那我收下了啊，大老哥，谢。整整六天，包夫喝了五斤酒，喝吐了三回。包夫发过来的车炮，经过排查没有一个对得上，而且那几辆车也不是厢货车。自打他进了玩具厂，唯一的变化就是酒量、饭量都涨了不少。我已经通知了交通部门，严格的监控这几辆车，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。我们都觉得是时候应该提醒提醒他，让他搜集点有用的信息。越是这种时候，就越不能着急。那几张手指恰恰说明他现在处境非常艰难。郑朝每次出货都不带他，那是在架空他。高远，根据线报说，现在有些黑车司机靠运货一周就能挣30万。你想想，运什么货能挣30万？肯定不会是玩具啊。所以这个郑朝很有可能就是运输麻醉品的重要嫌疑人。小林，抓紧时间和余罪联系，但是千万不要冒险。好，去吧。我靠，泡妞都可以公费报喜。这不是之前他们拉练的那个夜总会吗？里边有个姑娘认识咱们包袱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橘子选在这儿，肯定是有他的道理。要不要把那个女孩先监控起来？行，你去办吧。别干了，快点！这地儿咱消费不起，你兜里钱怎么了？这一晚上这牛快了。老板你好。哎，不是，他说回去把那厂门关了，曹哥收拾咱们怎么办？今天不回家了。刘老板，哎，你好久没来了。是啊，忙啊。听听，我们的妹妹们都想你了。想我吗？想。哎，对了，后边那是粉老板。来，妹妹们，都进粉队呗。猛哥，你要热，你脱衣了啊！啊，猛哥，热了就脱，没事儿。嗯，我都是自己家媳妇儿。可以啊！哎呦，推一下！哎，你干嘛呀？看上去死！兄弟。哎呦，粉哥，你坐的那个位置可真好呀！我吃，你这外带不吃，你叫我干什么？你就脱衣服，来，别搬了，别搬了，别搬了。我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还行吗？来，别他妈给我玩这套！你不是我大兄弟吗？啊，把我他妈狼窝里推，你以为我是什么臭鱼烂虾呀？说他妈扔就扔！嗯，你糊弄人。也看看对象好不好？哎，看见了吗？比你那个至少粗两圈吧。
你知道怎么弄的吗？最后常那王八蛋差点把我手指头给掰断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拿几个破钱的钞票打发我的？别生气了，出来混的有几个会手脚健全呢？我派你过去当然是有我的目的。哎，我希望你有一天能鸠占鹊巢。爸，行。哎，不是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说这四个字什么意思？取而代之的意思，明白吗？你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老傅，你以后别老给我整这四字成语，我听不懂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郑潮知道我是你的人，对不对？他还对我这样，他分明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。你还记得你上一次你扔下海的那个光头仔啊？他就是郑潮的人。哎，你跟郑潮有多大仇啊？他非要弄死你。蛋糕就那么大，不是我的，就是别人的。至于吗？不就做个生意挣个钱吗？这怎么那么想不开？哎，今天我看过新闻，这个月19号是台风天。哎，你别跟我说台风不台风的，我还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郑潮现在根本就带我搞业务，我找过他很多次，他连机会都不给我。你可不可以让我说完？嗯，你说说，你说说。台风天，就是咱们的千载难逢的好天气。郑潮现在比你还急，等着干票大买卖。不过，我不会那么容易给他机会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这颗废棋能盘活僵局？他现在已经知道我在怀疑他，也知道我不会那么容易给他机会。你就当好红娘，牵好红线，顺便证明一下你自己的能力，好早日上位，让大家服你，明白吗？哦，哎，老傅，你太他妈坏了！哎，我喜欢。哎呀，干什么你？哎呀，你这么兴奋干嘛？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后我无力的看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他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